聊你错说你们了，互换的那个，哦，没反应哦，就这样，啊，就这样，我吓死我了，我害怕，黑衣我不的，在不好玩呢、还不好玩呐、要不然就是所有人的名字改成同一个，然后等黑衣回来，让他错乱。好像不错，群的名字可以改啊。那我想想看，奈米大联盟，但是知道了。好了，不，好煞气哦！安安，哇塞！我靠！安安。所以大家都要改吗？我有，我有，我还记得我以前的名字。放很多啊，有的没有的，然后谁是谁的房间这两个东西啊，DJ 音乐区啊，操！干，不，那外面的频道不都这样，大厅永远都没有人用。可是，那你就要那个啊，要有人放音乐啊，OK。不然散散。米豆粒也是被陪葬品。看，我觉得他应该没有被骗吧？他有。小鸡 ID 还在那，小鸡还在那里。没有，没有，他有。可是他自有群管，他没发现。没发现，他一定没发现。他没有，他就说。他截图，你说修账号被盗之类的，可能拍一个。他一定没被骗吧？不然我怎么拍这个？哇，他一定被骗。有啊有啊，他没有人会想那么多。我跟他说我们在哦，我们在群啊。我跟他说这个哦，随时注意。我刚笑到肚子好痛哦。他我们群的名字编号了。大家应该精神超级错乱。他说不定还会再进一次。他会，你们注意。等一下进来就把麦克风都关了。风雨敲下，泪如雨下。沉默竟然如此喧哗。最后一束情人节的鲜花，路灯下。慢慢被回忆冲刷，忘了那些傻话，忘了谁让梦崩塌，同甘共苦，为何未来停？你妈！你老师，你老师，你们太夸张了！哎，吓死了！看你们太鸡掰了！啊，你是真的有被骗吗？啊，我刚刚我进来，然后我就说，看这是哪里？然后不到两分钟。我还看到蜜豆进来，然后看我到底是不是来错，我还连两次，我还重进，然后我还秘密的说这是哪里，我只看到一个认识的。看我刚才还把蜜豆找到旁边问他说，他们到底这是真的还假的？我们是不是被耍、啊？小鸡还忘了改 ID。
看我有看到小鸡啊，我想不对啊，我一开始以为我还进错，是不是进按到小鸡还什么的，是不是进到他现在在的群，然后他在玩什么风之谷？真的啊！干他妹哟！你们是太扯了。Mido 还跟我讲说应该不是假的，你看那个也太专业了。超专业的啊你们！啊，你们太扯了啊！帮会公约。帮你妈、啊！我记得你们还在揪团，然后看还在揪打什么东西啊？我刚刚已经放弃了，我还这样说，干算了，我直接改名好了，蹦子蹦子小伙子，我就放弃。最好会这样啊，校园放假？为什么放弃是这样？先融入这边，需要一个霸气的名字。太奇怪了你！改名字是想说，干我先融入这边，先看一下状况好了。为什么会先想到融入那边？他为什么要融入？怎么会有这种人？哦，我就想说，我还有 Mido 也在，我还看到刚刚阿基也在啊。然后想说，赶的那就先融入一下，先看看状况好。我操！好笑，天哪！Can you